Hello， 我系 Vincent。Hello， 我系 Chrissy。我哋今日咧就揾咗英国嘅香港新移民，诶，佢哋就嚟咗英国嘅，系啦，咁都好近期下嘅，咁啊好开心啊，佢肯接受我哋嘅访问，嗬，系啦，系啦，咁啊好啦，我哋事不宜迟咯，好啦，而家即刻开始啦，即刻开始啊，好开心啊，我揾到阿 Nick。是啦，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嘅，仲有兩位好可愛嘅妹妹。咁啊，你咧，你嚟咗英國有幾耐到啊？我哋就嚟咗半年多少少嘅時間啦。係啊，咁都即係不經不覺啲時間都過得好快嘅。係啊，呢一區係屬於邊一區嚟嘅？呢度就Hertfordshire 嘅其中一個。小鎮啦，咁佢就都幾好嘅，因為佢交通咧都算便利，佢有即係 underground 可以搭到，咁啊屬於係即係松 seven 咁樣咯。OK， 咦唔錯喎，聽落去都兩位妹妹，佢哋而家有冇學校讀緊啊？哦，佢哋都好即係有啲幸運啦。咁我哋一月尾嚟到，咁而三月。頭咧三月中咧就已經讀緊書嘅佢哋，係而家讀緊書㗎啦，係啦，讀緊書㗎啦，係好快揾到學校㗎喎，都算快啦。我諗呢個就睇翻唔同 council 啦。咁我哋申請咗兩個禮拜左右咧，就已經安排到有學校咯，所以都好好咯，係。OK， 係我想問下你咧，你覺得英國嘅讀書嗰間學校你中唔中意啊？中意。中意啊？你覺得同香港有咩唔同啊？冇功課。冇功課做啊？多唔多嗰啲activity 啊，即係好多活動啊 ，sport 啊，或者可以好多好多，即係 outdoor 嘅 activity 好多。Rugby。OK。你睇點剪啊？OK， 咁我問下妹妹先啊，妹妹啊，我想問你咧，哇，好得意你，係我想問你咧，你中唔中意翻學啊？你而家你中唔中意翻學啊？OK 啦。OK 啊？係咪麻麻地啊？啊、有咩覺得唔中意啊？有冇唔中意？有冇唔中意啊？冇。咁啊冇。OK。咦？你今日你太太唔嚟喎？係啊，佢要翻工啊。翻工。係啊。咁冇辦法揾食就為咗啊。冇辦法啦，真係。咁不都好嘅，即係幸運就係即係我哋兩個都有即係揾到工作咁樣咯。嗯。係啊，我就係想問呢樣嘢，就係喺工作嗰方面，你係嚟咗英國大概幾耐到你就揾到工啊？咁我諗我大約都揾咗個幾月，即係好快喎、啊，個幾月就搞掂喎，可以揾到工喎，個零兩個月啦，係啊。咁蘇花嚟講，你滿唔滿意咧？嗰、那個工作嗰方面，即係總括嚟講，大家香港人嚟到一個新嘅地方，其實其實第一份工你冇任何英國嘅工作經驗，第一份工你唔好即係太過要求要做啲乜嘢。這個有時都很重要的，咁雖然即係我而家都叫做係做翻即係我以前可以用到經驗去做嘅工作啦，用得著嘅。以前香港個 skill 係用得著喺英國呢一度，係 OK 喎，咁係啦。build up 咗呢個經驗咧，其實之後你再揾，我相信會順利好多咯。都啱啊，啱啊，咁樣我都覺得正確嘅呢個思想。我哋叫新移民啦，新移民嚟到英國嘅香港人啦，咁一定係要即係保持住嗰個 positive。在任何的事都是，因為你一定會遇到很多難關，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心態是很重要的。是的，沒錯，心態最重要的，大家留意一下。你喜不喜歡英國的天氣啊？喜歡啊。蛤？居然喜歡啊？是因為我喜歡下雨。是？哇，這麼特別啊，你。剛才你。妹妹，你喜不喜歡英國的天氣啊？喜歡。蛤？這麼特別？很多人都喜歡呢，陽光燦爛的，你居然喜歡天陰陰的。是啊。好啊。好。那爹地呢？我經常都覺得是一天呢，有隨時會有四季出現的。即真係有春夏秋冬，你突然之間可能會出太陽，跟住半個鐘頭後咧，哇！突然間有暴雨咁樣，即係成日攞把遮，有時又遇唔到咁樣。咁可能咧，即係一件有帽嘅褸啊，嗰啲真係好緊要，同埋擋風嘅風褸依樣嘢係好緊要咯。係啦，你當初嚟呢一度嘅時候咧，你租樓嗰方面難唔難啊？我就睇咗四間左右咯，四間之後就揀到而家即係租呢間，咁都算係順利噶啦。因為都聽過有好多即係近排可能近排嚟嘅朋友，佢哋即係都揾樓個時間會長好多咯。嚟到嘅時候咧，就 stay 喺 B&B 就係 apartment，
就雖然 apartment 一定是會易啲適應嘅，咁但係就自己又想試下 house 咁樣咯。你間屋咧係幾多尺度啊？係兩層噶。是兩層，是大概多少尺度呢？普通排屋啦，咁幾多尺？我想有泊車位的 resident permit，就是，其實都是泊喺街，咁亦都冇一個叫固定位嘅。我，明白。咁但係你就可以申請咗個permit 之後咧，你就可以喺附近嗰幾條街度泊車咁樣咯。咁我想你話兩層總尺數，我想是七百幾八百尺咁樣咯，係啦，係啦。OK 都咁幾錢租金度啊？我這區呢區其實就不算很抵嘅，咁，所以咧你兩房的 house 都講緊係即係£1,400左右噶啦，要£1,400租金到。啲食嗰方面咧，你覺得呢度咧係買餸嗰方面啦，咁你覺得呢度完唔完善啊？嗰啲超市啊，嗰啲配套，你覺得買餸嘅話咧，我呢度就真係非常好，因為好平，同埋係可以買到啲質素。好過香港很多的食材，是啊，例如蔬菜、肉類那些，你覺得怎樣？啲肉就冇得講啦，一定是平和正啦。但係菜咧，我都即係覺得呢度啲菜咧都好新鮮，好好食。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係，如果大家都入廚的話咧，就即係非常好。係呢，這個真係一流啲超市。咁你話即係有時誒掛住啲即係香港嘅嘢食啊，咁你都可以去找一些環超市啦，你覺得平過香港添啊？買餸會唔會啊？買餸會平過香港啊，係啊。佢哋翻學嘅時候咧，係可唔可以戴口罩嘅？即係好多香港人都想知道嘅，其實咁樣嘅。其實小學咧，佢哋就冇要求啲學生戴口罩嘅，只係中學生先需要戴嘅咧。之前，咁但係我哋之前就同即係學校講，即係同老師講話佢哋兩個都會照戴嘅。咁我因為已經習慣咗戴啦。咁所以成班同學咧，差唔多九成都係冇戴，就除咗佢哋就即自己戴咯。全部都冇戴，係淨係我哋戴啫。哦，係啊。老師都冇戴。老師都冇戴。係啊。哦，OK。你覺得老師好唔好啊？對你哋一個新嘅學生，老師對你好啊？老師有時咧，真係會睇 movie 啦，同我哋就俾啲禮物咯。哦，哇！送禮物俾你妹妹咧，你知唔知佢？老師對妹妹好不好啊？因為你們不同 class 的嘛。是啊，好啊，都。都好啊，很多觀眾呢都想知道的。那究竟呢在外國生活這裡呢，其實有沒有歧視的呢？那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遇過或者這樣？我 so far 即是這半年來說，其實都沒有，我住這裡就沒有遇過一些什麼歧視的問題的。那我譬如我公司啦，現在做事啦，那也都是很多不同的即係國籍的人的，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擔心，即係嚟到一會唔會會好受到歧視啊咁樣，咁係咯，即係可以放心，這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嘅，係咁而即係小朋友聽翻學校嚟講咧，都佢都冇即係有啲咩歧視嘅問題。因為我知道小朋友又唔會講大話，佢一定會同父母講嘅。如果有唔開心嘅嘢，你有唔開心嘅嘢，會唔會同爹哋媽咪講㗎？会啊，绝对会啊，系 good， 非常有，咦，走咗，你会走咗，喺你后，佢，哦 ，OK， 你有冇唔开心啊？翻学冇啊？冇 ，OK， 如果你有唔开心，会唔会同爹哋讲啊？或者家姐讲啊？会，好 ，good girl， 佢哋读嗰间学校咧，系属于咩类别噶？系good school 定 outstanding school 咁啊？咁佢哋就讀緊小學嘅，九月咧就會即係升去由 good 嘅 school 咧就轉校去 outstanding 嘅 school 啦。咁但係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小學咧 good 同 outstanding 嗰個差別咧都唔會係好大嘅。即係反而你可能大家即係真係要揾一家好學校，咁可能就要睇中學嗰、那個情況係會即係緊要啲咯。你覺得悶唔悶啊？英國？不悶啊！我有時拍片咧，同我妹妹玩 slime 咯，然之後 post 咗 Instagram。哇，咁正啊！你有自己 Instagram 嘅 account 嘅，哇，好潮啊，好 in 啊！為咗小朋友嘅未來啊，知道香港嘅教育可能即係都會比之前會佢水準會低啲噶啦，我諗係啦，咁所以。這個都是最大的原因，為什麼我們決定即做一個這麼大重大的決定去過來這裡咯。我覺得很偉大，聽到，因為做父母是全部的心機放在小朋友那裡的，
係啦，即係很願意踏出呢一步就移民過嚟。其實當初冇諗過移民喎，有冇噶？其實早幾年咁樣。真係冇，如果你話早幾年，係真係舊年開始先至真係計劃呢樣嘢。但係最大嘅因素都係為咗佢哋將來即係有啲好啲嘅發展咯。香港始終你話讀書啦，佢哋係會辛苦好多。佢好快適應喎，我留意到妹妹啊、家姐同埋細妹好快適應喎。好快適應啊！第一日翻學就已經即係話喺度好開心啊！即係好想再翻啊咁樣。咁所以係咯，好好啊呢樣嘢。係啦，就嚟開學咯喎！咁你會唔會期待啊？你期唔期待開學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back to school？ Yes。好啊，答得好好。咁好多谢你啊 ，Nick， 今日咧同埋两位千金接受我哋嘅访问，好多谢你啊！多谢你邀请我嚟。唔好系，拜。好啦，我哋而家咧就揸车咧就去揾咧另外一户人家，佢哋系香港新移民嚟嘅，就嚟咗英国咧有几个月到啦。我哋而家就揸车过去揾佢做访问。好啦，陣間見。陣間見啊 ！Hello，Hello， 你嚟咗英國有幾耐到啊？三月底過嚟，應該四個零月啦。你揀到邊度落腳啊？我哋而家呢度係邊度嚟㗎 ？Harrow on the Hill 啊，呢度。哦 ，OK。咁我想問下咧，點解會揀咗 Harrow on the Hill 呢度落腳嘅？其實初流有 research 過倫敦其他地方嘅 Kingston 啊、Sutton 嗰啲都有嘅。咁啱啱就咁啱登曉過嚟之前，呢度有 Airbnb， 咁可以 offer 我 offer 一個月嘅。咁過到嚟之後再揾屋，咁見到呢區其實都治安幾好，唔同人種都 OK 嘅，就唔係淨係白人咯。我喺度同啲小朋友玩，見嗰啲有啲巴基斯坦啊，或者南亞裔啊，或者有啲東歐嘅人，其實都大家融洽，嗰啲小朋友玩都 OK。OK， 都幾國際性啊 ，international 嘅嗰個人種，係係。不過倫敦大致上倫敦成個倫敦都係咧，都係咁噶啦。邊你嗰方面你覺得同香港你慣唔慣啊？都有啲唔慣，因為成日都有陣時就出太陽啦。轉個頭又落雨，跟住又好大風，跟住轉個頭又出翻太陽咧，咁就有陣時都唔知擔唔擔遮好咯會。天氣不似預期。係啦，冇錯。住嘅環境嘅話咧，其實係比香港大好多嘅。咁、最多香港人關心嘅咧就係租金嗰方面嘅咯喎。OK， 咁我介唔介意講俾我聽，你租金大概幾多錢一個月租咁啊？嗱，其實計翻咧，我就係1300一個月嘅。哦。係啦，咁、okay. 就兩房。我冇呢管理費嗰方面噶啦，其實哦，包埋管理費係水電嗰啲要自己俾咯，冇管理費冇成嘅，佢包埋管理費。有卡拍我嗰個就哇， okay. 我見有啲就冇卡拍嘅 ，OK， 要另外申請嘅。我想問下係咪哦，係咪舊式嘅 apartment 咧？唔係新式嘅，唔係新式嘅，冇 lift 嘅，咁但係佢同埋矮咯，係啊，就唔會好高嘅，咁 OK 嘅我嗰度 ，OK， 咁行上行落都唔會太辛苦嘛？唔會。啊、你慣唔慣啊？行上行多 ，OK 我哋以前住村屋嘅，咁村屋仲行得多過依家。係啊，即係香港住村屋嘅佢哋，咁所以行慣嘅冇問題嘅。下一層都 OK 嘅，係。小朋友覺得點啊？嚟咗英國嗰度，佢哋慣唔慣啊？好唔好玩啊？好玩。好玩啊？你覺得有咩咁好玩啊？遊樂場好好玩。係啊，遊樂場好玩。正唔正啊？你覺得嗰度？我覺得唔麻麻地。係點解咧？點解麻麻地啊？因為玩下有少少厭。玩到有啲厭啊！玩到悶啊！玩得好耐。我中意你夠老實啊！咁如果有第啲嘢玩咧，會唔會改觀咧？會啊！咁好啦，嗱，爹哋應承你，帶你去第啲唔同嘅地方玩下。英國好大嘅，知唔知啊？非常之大嘅英國。小朋友咧喺英國呢一度咧，中唔中意翻學啊？OK 啦，點解 OK 咧？係覺得翻學悶唔悶啊？少少咯，少少悶啊。嗯哼。哦 ，OK， 咁啊，妹妹咧，中唔中意翻學啊？佢一啲都唔中意嘅，唔中意。唔中意。好悶。好悶啊！我啲同學搶我啲玩具。哦。同埋佢未聽得明啲英文咧，咁佢變咗上堂唔知道老師講咩，就可能會悶啲。明白明白，始終香港幼稚園教啲英文都係可能啲生字啊簡單啲，咁佢全部都用英文講，佢就未必明白。OK OK， 要啲時間適應下。OK， 如果香港小朋友嚟到英國嘅話，即係喺英文打底嗰方面咧，要落多啲心機。係啊，咁翻學嘅時候咧就容易啲 pick up。
我就有信心佢會好始終都會適應到嘅，不過係需要啲時間咯，係啦係啦。同埋佢學校啲老師都好嘅，有啲都會即係知佢係唔識，未必聽得明啲英文咧。佢隔離班可能有啲係華人嘅咧，會叫佢過嚟幫佢翻譯咯。同埋不過嗰啲就普通話嘅講。係，你講。同埋有時咧，個老師咧係用嗰、那個。手機嚟翻譯翻嗰啲普通話嗰啲咯，係。哦，咁樣，即係佢用手機翻譯，等你知道係嗰個英文字點解。咁你覺得英國啲老師好唔好人啊 ？OK 咯。OK， 佢話呢度啲數學好簡單，你係咪啊？你自己講翻啦。係，除咗乘數之外，佢呢度學埋十一同十二。乘數啊，十一、十二咧，又會乘埋，係啦。哦、okay. ，香港就唔會嘅，去到九嘅啫嘛。OK，OK。你喺申請學校嗰度咧困唔困難啊？咁佢派咗啲咩學校俾你咁啊？其實呢邊Council 做嘢比我想象中快嘅，佢仲催翻我哋轉頭問我哋點解咁遲先申請。哦、因為我哋三月尾過嚟，我哋差唔多六月頭先申請啊嘛。六月頭申請。係啊 ，OK。咁跟住佢其實六月尾就已經派到學校俾我哋，係比我哋想象中快。成日話歐洲啲人做嘢慢，其實我又唔覺得特別慢咯。哦 ，OK。兩個禮拜到咯，兩個禮拜到佢就 feedback 又話俾我哋聽有啊。即係佢有位啊，有位都係啊。係啊，有位啊。哦 ，OK，OK。咁我可唔可以問一下係屬於係 outstanding 啊，定係 good school 咁啊？其實有兩間嘅，我哋原身想近啲嗰間就係 good 嘅，咁而家派咗俾我哋，其實都係行三個字路程，嗰間就 outstanding 咯，就派咗而家讀緊嗰間就 outstanding。而家讀緊嘅 outstanding， 哇，有一正喎。OK， 咁滿唔滿意啊，媽咪？我滿意，係非常之滿意。其實過到嚟都冇話要特登去分去，究竟係使唔使 outstanding？ 其實過到嚟讀已經好好喎，對比香港舒服好多啦，佢哋起碼。又唔使咁多功課啊，咁多嘢做，因為佢而家翻到嚟係冇功課嘅。以前喺香港就翻到嚟又要背書啊，又做功課啊，補習社又要做嘢啊，咁佢呢度乜都冇。呢個就係我媽咪。係你好啊， Hello, 你好，八友，八友你好。Hello。喺英國同香港買餸嗰方面咧，你覺得點啊？個價格嗰方面同埋啲質素，你覺得點樣啊？哇！價格抵唔抵啊？咁樣抵啊，好平平，我成日。我仔翻嚟話：哇，乜咁平平過香港，而且佢啲質素，即係啲菜嗰啲剩咧，就好鮮甜啊！哦，係啊，因為香港好多係大陸嚟嗰啲，你食落去有啲菜就苦嘅，但係喺呢度買超市嗰啲係好甜噶，但係我唔知點解啲生果都係甜嘅喎、okay. ，而且佢好平，係啊，係啊，哦，係啊，我應該係香港人賺翻自己香港，但唔係我過到嚟係嗰啲。質素係真係好過香港好多好多。O、okay. K， 牛肉嘅話就真係平好多嘅呢度。英國質素牛肉好啲，你覺得？質素同埋價錢都好好多，係啊，平同埋個質素好好多嘅。你多唔多出街食飯咁樣㗎？其實多數翻屋企煮嘅，因為始終翻屋企煮係會平啲嘅。中餐去酒樓嚟計，入某程度上好過香港添。因為有啲香港嘅連鎖嗰啲酒樓就真係麻麻嘅。咁呢度嗰啲師傅 O K 嘅啲中餐。點樣睇香港啲電視節目啊？其實呢度上網都好方便，即係之前有啲人又話要 set VPN 嗰啲，我連冇 set VPN 都使睇到香港啲電視節目啊。係啊，係啊。咁你睇邊個台啊？香港啲電視節目咁。佢哋睇曬啲。通常睇 Viu TV 多啲嘅。大叔的愛睇曬啦，佢哋已經。追得好。追得好甜嘅我哋。係啊，佢哋呢啲鏡粉我就唔係啊。就算 BBC 啲電視節目咧。我真係見到個台咧，我撳到都唔知撳邊個台，700多個台啊！因為我俾咗 TV Listen 嘅，咁又都係一年都係百零磅，即係千零蚊港紙啫嘛。你喺香港裝啲咩台睇波嗰啲都要啦，咁我又睇埋歐洲國家杯嗰啲都睇曬。哇！都抵睇喎，真係。其實係啊。因為乜嘢驅使你過嚟英國咧？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咁係乜嘢原因呢其實最主要都是小朋友讀書的，因為這裡讀書環境是好一點，還有壓力沒那麼大，還有長遠計算讓他們見識一下其他地方不同的東西，不是只是香港不斷地做功課啊，操 paper 這樣咯、哦、即簡單一點說，是不是為了小朋友的將來、啊、他們 學業啊，是啊，比較多一些選擇咯，這邊就不會只是香港好像經常都是填鴨式教育，塞滿東西進你的腦就完這樣咯、哦，其實我頭嚟咗個零禮拜都好中意英國、哦，可能我喺香港係土生土長，我係跟慣英國嗰啲規律、嗰啲規矩咧、哦，始終係覺得喺呢度安全啊，個人感覺到係好舒服、哦、而且啲人係有時我哋過馬路，你知道我老人家行得慢啦，佢哋好多係好禮貌讓你過咁，我 thank you thank you。但以前唔係香港唔係啦，撥到你咩咁，而且喺超市好多。唔覺意嗨到 ，sorry sorry， 即係佢好禮貌，啲人係真係噶，所以係
我感覺到就係中意喺度生活，但係始終學我姐姐話齋都係掛住香港嘅嘢。但係如果講生活，我中意喺呢度生活。OK， 你覺得香港好啲啊，定係英國好啲咁啊？你問我，我梗係掛住香港嘅，咁始終係方便啲，同埋多啲親戚朋友嘅。咁但係過到嚟英國又冇話之前講到好乜都冇啊，又唔係嘅，其實好方便嘅，所有嘢都方便嘅。我自己冇車，冇揸車嘅，咁但係出出入入搭巴士、搭鐵都 OK 嘅、哦，又唔會話特別太貴咁 OK 咯。咁、其實呢度住就舒服啲，同埋壓力又冇咁大啊，啲小朋友功課壓力冇咁大啊，啲人嘅生活壓力冇咁急促㗎。咁如果講舒服，係呢度係舒服好多嘅，即係個空氣啊、設施各樣嘢都係冇香港咁壓迫咯。即係呢度成日都會見到好靚個天啊，喺香港就真係比較難咯。即個心態上是 舒服了很多的。香港就什麼都要快的嘛、效率最重要的。是啊，大部分都是比較慢活一些的、啊、但你估不到這裡都有些事都是快的，其實我安排學校。學校那些真的他會問你做什麼這麼遲才幫小朋友選學校，他都會問。是啊是啊。OK。哈哈哈哈哈。好靓仔，好靓仔。OK 啦，多谢多谢。多谢你哋。你几时睇我哋个 channel 噶？我想问。香港时睇噶啦。系啊。咁你哋讲得中肯，咁我中意听你哋讲嘢啊。系、okay. 啊，所以我咪叫我仔话你留意一下佢哋啊，佢讲得好噶。Okay. 所以有時你一有片出，佢又叫我，喂、阿 Vincent 出片啦，我睇。過咗過咗，客氣客氣客氣。我大人會摘爛啲嘢噶。係啊。因为是大一点所以会重一点砸烂一点。如果太重啊。譬如好像你玩那些东西可能会成为梯或者好像会塞住。哈哈哈哈哈。你帮我拱下去了。好啊，麻烦你帮我拱一拱。我不会帮我拱的。不会帮我。我拱的。好了，多谢。